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。就算过苦日子，我也不会有怨言。因为我是你恩人。你是我丈夫。你真的骗我！啊，是你！我不会让他得逞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为什么你偏偏是个革命党？陈思翰，如果不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就是我最可怕的敌人。咱们生在这个时代，无法拥有共同的信念，就无法成为朋友。所有的人都是鸽子，命运就是哑虎子。醒醒。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。算了，睡吧。什么事儿你说吧。没事儿，睡吧。跟他说两句。
我妈到刘顾问家搓麻将去了，她说这是应酬，没法子。我都没那么多应酬，她应酬到那么多。她说了，就是因为你不肯去应酬，所以啊，她不得不去应酬呢。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夫人太太的力量。我常说啊，我妈是我们家的内政部长兼外交部长，辛苦的不得了。耕田呢？今儿有课吗？关在房子里不肯出来，好像在愁什么，样子啊挺可怕的。有问过他吗？你以为他会告诉我？我才懒得问呢。待会儿我去开个会，找个时间问问他，跟他聊聊。我约了同学逛书店了，不能迟到的。切，还说你喜欢耕田，怎么一点都不关心他？我喜欢耕田是因为他跟爸一样，成熟稳重又满怀理想，让我敬佩。哪像他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是让我失望透了。况且他又不喜欢我，我干嘛要关心他？只有古时候的女子才会苦守寒窑十八年呢，我是新时代的女子，我绝对不会去求男人，更不会等男人。快吃吧，女孩子家哇啦哇啦的，像个关不掉的留声机似的，说自己有多高多厉害，光这一点啊，就不可爱了。什么叫可爱，你懂吗？爸，你的审美观念早就落伍了。跟天哥也一样。昨晚看你房里灯三更半夜都还亮着，早上起来怎么不来吃早餐？义父，我心里有件很要紧的事儿，我真的很想跟你讲。看起来真的很要紧啊，说吧。耕田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儿？我以为你是大人呢，怎么做出这么幼稚的事儿？可是普俊亲手杀了我爹，还等于亲手杀了我娘。就算你再恨普俊，也不该利用折磨玉轩来报复他。对呀，玉轩是无辜的，那我又何辜呢？还有我爹，我娘。爹，你娘啊，都是正直明理的人，他们也不希望你会用这种方式去报仇的，啊！我想明白了，爱与恨可以并存，但是他们是一码归一码，绝对不能纠缠在一起，否则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爱玉轩，但是我再也不能见他了，因为我一见到他，我就看见我娘临终前的表情。先生，办公室来电话，说部里派来开会的人已经到了。晓得了。你和玉轩有没有约好？算时间。他应该还没有出来，可能他也改变主意了。我把车子留给你，
如果你想通了，你就自个儿去面对他，好好的处理这件事儿。我希望你做个大人，做个男人。西姐，爹人回来了吗？西姐，他在哪儿？都快急死我了！贝德爷问我们好几回了。萱萱，萱萱留在桌上的。什么？他跟那姓陆的萱萱，萱萱，琪姐。有人找萱萱，混账东西！你把人弄哪儿去了？你把萱萱还我！你把萱萱还我！哎呀，琪姐，别这样啊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来，这是萱萱留的信，她已经走了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玉轩已经走了啊？怎么会呢？伯母，你跟我去接她吧，上我的车，其余的话上车再讲。好。普俊呢？主子遛弯去了。记住了，千万千万不能告诉普俊，听见没有？闹得我昏天黑地的，找不着北了。这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你为什么问呢？哥哥说的话你没听见呢？你要告诉贝勒爷，我扒了你的皮。丈夫喜欢吃。所以你已经知道了。是的。你想利用玉轩来报复他的父亲。是的。我知道您不会让玉轩嫁给我。可是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报复他。我要让他如坐针毡，日夜不安，余生都受我的折磨。其实你并不是真的爱玉轩。你错了，倘若我不是真的爱玉轩，我就不会就此罢手的。可是有件事情我不明白，你是怎么会知道我父亲是谁的？我记得您对我态度转变是在去过我义父家之后，难道是我义母告诉你的？有些事情你就不用再推理了，知道的越多越对你没有好处。这一切我真心感到抱歉。对不起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见玉轩了。
洗手吃饭吧。宝林跟玉轩呢？哎，他们娘俩啊，一起进城去买东西去了。买什么东西非要大老远跑到城里去买？对不住您了，我知道，我说了，您得接我的皮，我要不说话呀，主子会要我的命啊。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吧？什么？还不快走！伯母，我让车在这儿等你们，一会儿送你们回去。我实在再也没有脸见玉轩，对不起，请你把这封信交给玉轩。玉轩，千言万语，只有一句对不起。我心中的伤痛，你无法。怎么不看了？既然他对我不是真心的，说再多的话，又有什么用？我傻，我好坏，我一文不值，一无是处，我简直没有勇气再活下去。不许说这种话。
弃我，那说明我在他眼里也一文不值，一无是处，随便抛弃我也不值得可惜。萱萱，你不许胡说。妈，你不要再安慰我了。我这不是安慰你，你不知道，更天他怎么死？其实是因为你爸。为什么上苍不肯听我的恳求，不肯可怜我的女儿？难道皇太后说的对，所有的人都是鸽子，命运就是哑虎子？妈，千万别告诉爸，耿天是因为他才抛弃我，爸会很难过的。放心吧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精神了。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。你以为？应该不会。事情都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这母亲是怎么当的？你叫萱萱，她以后她会……我了解这孩子，她会对她自己
跟对所有事情失去信心。好好好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生气了。追根究底，也不能全怪你。妈的，姓陆的这小子居然敢管我的女儿，在他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宰了他！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饿了。啊，好，妈，这就去给你做碗面，等一会儿啊。谢谢。谢谢。爸爸，对不起。没事的，啊。以后我会很听话的，我会振作起来的。我会忘记他，可是爸爸，你不要怪妈妈，这件事情不是妈妈的错。爸爸，我求求你了。我知道。不行，我要你跟我说，我不会生你妈妈气的。你说呀。我会怪你妈妈的。爸，我爱你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，乖女儿，没事了，有爸爸在。并不想跟你发脾气。我知道，你是戚戚公心。你不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问一下，有一个陆更天陆老师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在前面。哦，我们带您过去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前面穿白衣服的那位陆老师，夏至，一筹，心寒。老师，这里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这里面有陆更天。老师，你怎么打我们陆老师？怎么打我们陆老师？怎么打人呢？怎么可以打人啊？这拳是为了玉轩给你的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知道玉轩是谁的女儿？知道玉轩是你的女儿，可你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吗？我就算是天王老子的儿子，我也不怕你！我是陆伟霆的儿子。我想你是杀的人太多了，你不记得陆伟霆是谁了吧？20多年前。在北京西山，你亲手杀了他，害得他的妻子也殉夫自尽了，我就成了孤儿。我看在玉轩子份上，我不还手，我为他感到悲哀。有你这样的父亲，真的是玉轩的悲哀。哼。
回家吧。你知道他是陆卫廷的儿子，所以你才阻止轩轩跟他来往，是不是？是。错怪你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就别再想了。是我害了轩轩吗？不是的，这件事情不是任何人的错。你不会说这又是你的错吧？或许你说的对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当年……得了得了得了，我气头上说了一句话，你怎么在心里还琢磨一辈子？走走走，回家。别扶我，没老呢。对，没老，你还有劲儿去打人家小伙子呢。就他那样的，再三个五个的我也不怕呀。轩轩，你成天忙活这些不累吗？歇歇吧啊。我不累啊。可是你裱这些白纸做什么用呢？没有用，可是我必须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抬头，我一抬头看见了这个世界真的很丑。您看见过苏州河里的水吗？靠近去细看那种颜色。我不能抬头，我一抬头看见的世界就是那种颜色。妈，这些真心话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，你可千万别告诉爸爸。走走走走走。真没想到你这么忙还有时间来看我。自从你搬到宿舍去，好久没机会跟你谈谈了。今儿我也想喘口气儿啊。你也别太累了，看这势头啊，
我们跟日本人的对抗可不是一年半载能解决的，所以您可要沉住气啊。这我知道，所以了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来跟你聊聊，啊。上回玉轩的事儿，表面上看是没事情了，可是我这心里一想到玉轩，就有那种油煎火燎的感觉。对，我还挨了玉轩父亲重重一拳呢。普俊，玉凡，进来吧。陆老师，各校的学生代表和拟了一份要求抗日宣言，请老师们签名支持。待会儿我会看的，你明天来取吧。啊，好的。老师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我好，这位是我姨父，不要紧的，你说吧。我听家里人说，老师跟我的姐姐很谈得来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可是现在……我知道，不就是我妈反对吗？一凡，你大概是很久没有回家了吧？也许你不晓得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怪我妈，我妈可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我想，我妈可能是担心我爸舍不得我姐嫁出去，所以他才反对的。爸呢，又自私又固执，脾气又坏得要命。我妈最怕我爸了。玉凡，你说话注意一点，他可是你爸爸。我当着他的面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爸这个人，做人倒还是很有原则，可是做一个父亲，好多地方连我这个儿子都看不惯。有的时候我都奇怪，我妈怎么会嫁给他呢？太委屈了。哦，不说了，反正老师啊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帮帮你的啊。这孩子，义父。姨父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我真后悔，看在轩轩的份上，没有还手，因为他这一拳可真重，到现在我还隐隐作痛。可不是吗？他那一出手，可有你受的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好像有点瘸，披头散发，像个疯子一样，跟我想象中的贝勒完全不是一个样子。其实普俊跟你父亲素不相识，更别说有什么结怨了。当时那都是没办法呀，那个时候我也年轻，没想明白。可是现在上了年纪，我可全想通了。这种仇恨啊，是上一代的恩怨，不应该在那儿延续下去。这种账要算要怎么算？20年前的账你要算，那200年前的账要不要算？2000年前的呢？时过境迁了，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，都是中国人。大家抱成一团抵抗外强侵略都来不及，哪还有时间去算那个账？我相信，我也敢打赌，要是魏婷还在的话，他也会那么说。
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我很想恨普俊，但不知从何恨起。我只是厌恶他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。耿天，他义父也年轻过，知道年轻人的心境。那真是黑白分明，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这经过20年的磨练，心境不同了。这不用比方说，义父失去了锐气，而是我了解在人生当中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，那就是原谅。原谅。很深的体会，曾经发生的事儿，咱们忘不了的，但是可以原谅。可能我到了您这个年龄，我就会明白了吧。到我这年龄。别以为会很久啊，眨把眼就到了。啊，对了，刚才那个是玉轩的弟弟。啊，玉凡，是一个很热情、很活泼的男孩子。那他呢？啊？谁啊？他母亲。现在什么样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。他知书达理，落落大方。玉轩也说他母亲很活泼、很开朗，而且很乐观，而且也很温柔。但是我总觉得他母亲骨子里很拗，而且心事重重的，眼神里藏着很深的忧伤。只不过他不想让别人看见而已。玉凡，如果说的是真的，那他父亲脾气不好，又固执，那我想他母亲自然也是快乐不起来的。